不上了，这个太害怕了。就是这个位置挺适合我们的，其实就我推你俩也不行。其实用尽那一下子到顶了，到顶了。哦，我有点后悔了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哎呦我完了。哦，来了。 我这播我看着心里都难受，他比想象的恐怖多了。啊！啊！不行了！Are you okay? 哎呦，抬头抬的我都晕了。Are you okay？哎，no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们没来是对的，比太阳神车还要可怕，对吗？太阳神车是一的话，啊，这个是五。我跟你说，如果等会儿这个橘子不变甜一点点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良心就被狗吃了。这个是最吓人的。哎，还好，只是有点不舒服，就心情很 low， 有没有？对，因为你根本就悬在空中，很高。最主要问题就是你们还一直在往上升了好久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俩就别点评了。嗯，我得点一下。我们在下面也不舒服啊。咋的呢？真的看着都头晕，可怕。哎呦我的妈！走。哦，跳楼机。哇！ 这是哪位勇士的？这个一点都不害怕。啊，是吗？我只是身为观众的角度去分析。没事，去吧。不是，就你了。没有，就你了。不是这个，不是个人的意见。哎呀，你问问，我站在不问问，甜甜，甜甜去不去？去。你看，除非你叫他调慢一点速度，调慢一点速度，那不就跟坐电梯有啥区别？按几楼完了再下来了，调慢一点。好吧，哥，我跟你吧。啊？ 好，凯哥，你上去上呗，还我跟你，怎么又是我？总得有人上啊。那凯哥来吧，连。哎，哥，关键时刻，你要刚那个眼神。关键时刻，阿姨知道我们在这样，去证明这个事实吗？会知道。阿姨忙不忙？不行，让他们过来陪我们一起玩呗。啊，我觉得越想越没逻辑。哦，阿姨的事情不应该阿姨自己解决吗？ 阿姨不年龄大了吗？我知道，但我没有咨询我们啊。我们不热心肠吗？